父上は黄泉への途に疲れました。村は導く者を求めています。愛子殿がなるべきです。愛子殿は強く、村人も敬っております。天涯孤独と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皆のために誠心誠意努める覚悟でございます。お一人ではありませぬ。先生にお誓いしたように、私があなた様をお守りするとお誓い申し上げます。守っていただくよりも、ただそばにいてくだされ、それが私の願いでございます。かしこまりました。看看上次的收集物还差两个，然后这次还挺多。第三章要打那只 boss 叫影年，因为我看到奖杯里头有一奖杯是在第三章杀死的影年。罗布东，大事ござらぬ賭けさ。我知道。どこにおったのだ。何もかも賭けて挑んだ。挑んだが。数は。いかほど。100は優に超える。我々は計られたのじゃ。拙者は出遅れじゃ。まだ助かる者に手を貸してやってくれ。愛子は無事でござるか。お許しを。冲啊。平原能走吗？愛子！愛子殿を見た者はおらぬか！感觉这个区域可能不会遇到敌人。哎，这边可以进吗？一个小洞。我又不能蹲下。啊，这还有个收集物，那么奇怪啊，叫刀匠的锤子，个锤子。这视角不能给我变一变，好难受啊。等等，这边是过不去，只能爬。这边只能爬。帮助你的人民。两刀就死了。回个体力，给你连魔体都没了。我靠！你好快。你好快呀。他这边没有存档点吗？都跑那么远了，不会死就要从头开始跑吧。好恶心。哎，还能爬上去啊？就是可以溜人的地方吗？
他跑啊你哭什么道場はもぬけの殻だ侍は皆神川村へ向かったわしらの測った通り奴らが戻ったならば帰りしちには無しかないのうわーん哎呦这个挺有意思哦静かに動きなされ奴らはこの先で待ち構えております承知いたしたそなたは誠に無事かわし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されどあなた様もお隠れになった方がこいつらはただの賊ではございませぬ拙者は前へ進まねばならぬ何があろうとも论发生什么都要前进这边应该手里剑手里剑他有时候到底是怎么回的我都搞不懂他有时候做这个神社也回他有时候做张刚做神社他又不回而且这个消耗的又是我之前打 boss 时候消耗的我不去了吗哎这什么情况他那边也不让走啊那我要从这边钻过去 What 他这个是设计缺陷吧要走这边上去吗也不行啊哎莫名其妙哦哦好这个视角卡的上面看一下子看上面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人都死了拔什么刀这边剩下有一弓箭手会射我随便躲过去强行打你眩晕你能拿我怎么办諦めな誰かいんのか生き残りだやれ啊拿你回血不就好了吗让你一滴血再让我再给我回回来这是一条直线还不能前后动了哎有人了你这个躲得可真够鸡贼的躲住之后我没看到叮叮わっぱみたいにわめくんじゃねえ。まあ、溶けてやるから落ち着け。おい、助けてくれ。おめえは仲間じゃねえ。助けてくれ、頼む。屋根が落ちてきて足を砕かれた。慈悲も与えぬ非道の輩が、今それを食うのか。面目ねえ。わしはただ言いつけ通りにしただけだ。では身を切るたびに涙を流しておったのか頼む五章だ救我不救我怎么救他呢我也没法救他我把人给砍掉那个东西能砍掉吗我也不能砍他也不能砍其他周围任何东西他应该说会不会有什么环境互动的东西让我可以救他不像那等于说就不能救了拜拜拜拜戻ってきやがれ我也想救救不了啊弓箭棍100件先からでも暗図を射止めるお主の頭など造作なきこと
前を行け、侍。お主の誇りなど何の役にも立たぬ。首を者が。直接射死。頭をかち割ってやる。弓箭，R2远程攻击，弓箭射速很慢，但可以精准、精确瞄准。更多信息。那手里剑的话，是不是会要按另外一边？手里剑的话是按右，弓箭是按左，然后上箭是菜单。这个，这怎么瞄？不是，馬もですかい。犬猫でも生かしておくなというお言いつけだ。もったいねえな。わしらが連れてくってのはいかがですかい。すぐ気づかれちまうさ。さっさとやっちまえ。そうですかい。わしにやれるかな。馬に食わせる飯もねえんだ。もたもたしてんじゃねえ。恶意的恶作剧，真的。这是弓箭收集，这地方能下去吗？宁家。我想回去摸摸看那边到底有什么东西。也是弓箭。这边是有什么东西？位置切换闪避，前向前轻击 L1 圈，在闪避时你可以选择攻击者与攻击者交换位置，以获得更好的站位。当你越过敌人时，你也可以攻击他的背部。他这些这种。这种防备方式并不是说你可以自己摸出来，他必须得去收集到这些东西，你才会学到。这个好坑啊。这边是要马冲过去吧，按道理说。让马冲过去之后把那个障碍物给撞掉。啪啪。啊，不是撞前面，是撞后面，好怕。あそこだ、人々、逃げろ。先を行かねばならん。さあ、矢で撃たれてしまう。早く、あいつを抜けさせるな。やめてくれ。それなどに屈せぬ。この辺りに違いない。仕留めろ、目を狙え。たとえ死と隣り合わせであろうと。他永远能不能不要给我这个远视角啊，都看不清楚。
まさき、まだこれほど若くして。目前有两条路可以走的。哎呀，好像一个收集物在这边。这是修理剑吧？这上面条路有区别吗？拙者がそなたを見つけられるなら、他の者にも容易に見つかるということぞ。ヒロキ殿、まことにあなた様でござるか。ここは危のうござる。逃げなされ、どこへでもいい。だが、みんなおらんようになってしもうた。カギさんも、子供も、わしの弟までも。みな、そなたが生きる姿を見ておるぞ。わしには行くとこもねえし。行く通りもねえ。ここに残るは死のみ。行きなされ。また一からやり直せばよい。どうかの。わしは一人では何もできん。あなた様もすぐわかるようになろう。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じゃ。哭。哎，等等，居然可以走下去，感觉。啊，没有东西。那这样右边还能继续走呢。次はどこをやる？首を落とし止めろ！今だ！よくも兄貴をやりやがったな、クソ野郎！这越探越莫名其妙，这都跑哪去了呀？静かに教え、あんたたち。まだあいつらはいるよ。あっちへ行きな。あんたら鬼は取れるものは全部取っただろう。おっか、誰だ？目をつぶってな。待たれよ。拙者をご存知ないのか？おめえが誰だろうと知ったこっちゃねえ。どっか行っとくれ。さようでござるか。どうかご無事で。这边只是触发一下什么东西吗？收集品。顺便藏点剧情在这，看看小剧情。我靠，骑兵！骑兵都冒出来了，厉害！那我要返回一下，我是跑回去呢，还是跑回去吧？还是藏了收集品，但是他居然还在闪，但又捡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哦，是这个修理剑。致残旋转攻击。
后退加圈圈三角。我注意了，看啊，后退。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僕の手にかかるくらいならと自害したのであろう。守る者もおらぬ中、なすすべもなかったであろう。他那个相当于之前的那个架势的情况下多攻击一次，差不多这个意思。因为之前的话是两下攻击。哎，我觉得有个很蛋疼的地方，我这个存档点现在已经有点错位了。这个我之后死要从哪开始？因为我是到了后面之后再往回走的，这样的不就是？到这走吧。我这边是，应该是能砍死他，但是我觉得风险有点高。也是弹药，我存点了。那这还是走哪边呢？这是走左边呢，还是走右边呢？这又是个问题。这边右边的话是墓地，之前有来过，耐力增加。那行，那这样的话右边就不用走。我们也看一下到底设计多少。哦，差好远啊。一二三四五六。哎，这有东西在闪，什么东西？好吧，手里剑。拙者が勝ち戦を欲したために、この卑怯者どもは抗う者にも出くわさずやすやすと。这中途也是什么都没有嘛，就直接给了两个存点。哎，我的靠！居然前几下没按出雷，坑！然后按普攻按不出来，难受。和弦号按眩晕按不出来，难受。然后又突然全都按出来了。这有时候打连段还挺看运气的从。这边是往上可以走，往下也是可以走，有区别吗？重点是，还是说这边是可以绕到后方去，然后这边的话是正门。哦，没路。收集品。
わしを超えていくことはできる。这长枪兵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吗？お前の仲間は同じように己を信じておったが、一人残らず死んだ。わしを見てみろ。この槍を見よう。近寄ることもできるわ。根本不能近视。この犬が。我根本不能近身，跟你说。哦，翻滚攻击，但他更为什么？他向后翻的琴有点怪了，他向后翻。向后翻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以前也是可以翻，但以前的翻的话是按防御进行翻的，他这次是可以直接进行按圈进行翻，所以可能更快一点。先别上，先别上。对啊，这肯定有什么东西。又是弹药，这是收集的弓箭吧？你铠甲的穿下半身不穿上半身的，这是什么个意思？你这上半身防御过高，需要下半身防御？感觉好像他这两个人是可以偷袭。我觉得他那个错位换位攻击应该是中间有什么连断的。就可以打一个硬攻硬那个重攻击上去。对，这种站的就有点意思，看影子。哎呦，偷袭！这臆病者が死ね。一人だけ目を狙え。直接防御。防御时候，这个游戏就是尽量远离你的左摇杆，在你不要动的情况下，尽量远离你的左摇杆。你的左摇杆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ヒロキ殿、お戻りか。傷が、傷が。和尚？哎，没有对话。斎藤殿、お許しを。やつらの計りごとにまんまとはまり、肝心な時に居合わすことができず。ヒロキ殿、おやめなさい。先には死が待つのみじゃ。ならば死と出会うまで。弓箭上限，然后这是生命值上限。我血现在倒挺多，不知道这个血才第三关而已，虽然总共只有六关，但第三关就这么多血。これは単なる襲撃ではない。恐れゆえのさらなる恐れを煽るがための所業。
果然藏着东西。过顶轻攻击向上移动，圈圈三角。再看看啊，向过顶轻攻击，轻连击以打破格挡和无视铠甲的重砍结束。不对，这不是，这是我先学的吗？翻滚，旋转轻砍，冲刺，冲刺攻击，哦，致残旋转，旋转，可我旋转经常第三下按不出来，这基本上都有两下。过顶轻攻击向上，向上拉，拉技能。切换，こっちだ、こいつらが勝負。这就是过顶轻攻击吗？野郎は一匹だけだ。过顶轻攻击好快啊！啊啊啊啊！这边路线我又有点迷了。那这上面是干嘛的呢？哎，对，这是旅店下面。弹药。嗯？哦，正常的话是走上面。应该是走上面吧，这边是可以推开的，刚刚是走下面。哦，这个冲刺应该是可以把那波敌人给冲掉，我可以骑那波怪，那波敌人是不用打的。回了，不过也没什么事。就有一个收集品，增加耐力，现在耐力值也是爆表。我不知道他二周目时会不会继承一周目的这些数值，这样的话我这个像就像塞尔达一样的那个耐力值和血条他妈三四圈那种。遅いよ、ずるい。遅すぎだ。哎，你怎么突然掉头？他这个掉头特别奇怪，莫名其妙就掉头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摇杆飘的原因，因为我刚刚根本就没有拉摇杆，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是我拉摇杆。第三下按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致晕的第三下按不出来，莫名其妙。这才是正常情况吧，吓死我，我在想我还得打几次才能过这边，我看能不能过去啊，这下面有个空洞不能过，那上面呢也不能。这是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回到第一关，第一关就从这边过来。おびただしい死じゃ。
馴染みの顔ばかりじゃ。みんなよく存じておる。まだ一度ありゃがおる。武器を持っておる。快攻终结多舒服，莫名其妙。这个赤云好像也没什么用了呀。どうかな。これで最後じゃ。我不是，我现在换这个智音攻击再也不用了，要用这个上皮的快攻加重攻击，这是最好使。他好像每次第一下都是重攻击啊。不是很远吗？耐力上限提高，收集品，我看收集品也差几个，差四个。爽嘞！猪木殿、生きておられたか。愛子殿は、愛子殿はいずこに。道場に。だが行ってはならねえ。この通りだ。たとえ何人束になろうと、拙者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ぬ。这上面不能走，我得去摸点弓箭。我不知道弓箭在打 boss 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作用。打 boss 战的时候偷射 boss， 但它拉弓时间很长，就是伤害蛮高的啊，四箭射头把 boss 射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哦哦，你这个帽子我挺喜欢的。不是那家伙吗？伏地魔吗？真是伏地魔，他鼻子是之前被切掉了吧？被那个被男主小时候切掉了。ことが、おたことがあるの。この手でその傷を負わせ、己が生き耐えたのを見届けたはずじゃ。この村は我を墓に留め置きたくないようだの。あの女が最後まで呼んでおったのはお前の中。我がその苦しみを終わらせてやるまでな。这刀好长啊！迷わして。
你有点快。調和を生み出したお前など取るに足らぬ。这边是应该可以杀死他才对的呀。这是一个结局吗？不对呀。案ずる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傷は不幸ございますが、私がついております。直接从这开始吧，他给我直接给我自动存档了。逃げました。大事はございません。ひとまずは皆が待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まだまだすべきことがございます。愛子、そなたなしには皆何もできぬ。拙者もしかり。私もでございます。我々はどちらかが欠けてもいけませぬ。愛子、生きておったか。気が死ぬか。愛子、待て。哎呀，这个直接跳了，跳到第四章去了呀。对呀，我应该在第三章杀死他的，直接被他一刀直接连死了，莫名其妙。那这个之后要怎么玩？这个，那之后我们要在要打那个杀死他的成就的话，那我还完全不能，我得先备份喽。我只能先备份了，我不备份的话打不了啊，这也太奇怪了。